李晟的黑粉为了黑他真的好努力，给他 P 各种 P 图画大饼来让别人嘲他，比事业粉还努力，各种 P 图边料，各种好料，包括茶百道代言人、Prada 代言人、快本主持人、春日夜、欢乐颂三等等，还有跟各种小鲜肉搭档，每次为了真实还把其他人的海报也一起 P 图了，好多次都被当成是真的。快本主持人的瓜还特意澄清过，这也太努力了吧，有这 PS 技术干点什么不好。